又加小阿基，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神冈的续元宫，那后面就是我们神冈续元宫的母娘。今天我们收到这个台中中福堂的邀请呢，要来前往台南的永华宫记录一场盛大的开光仪式，就是我们台中中福堂的二正广智的尊王准备开光启灵。那这场开光仪式呢，前后传说斥资500万来打造，相当的盛大。那目前台中中福堂的广智尊王开机的呢，已经准备雕轿前往台南了。那我们就来去前面看一下吧 ，Let's go。准备出门前往台南永华宫喽。好，各位，那我们现在已经到台南的孔庙啊。那我们现在中福堂的队伍呢，已经在后面下马。那开机的尊王呢，现在也坐轿呢，准备前往开机永华宫那边来举行那个开光仪式。那我们就先来去庙口看一下吧。哎，各位，现在阿奇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这次的目的地台南永华宫。那现在的位置呢，是后殿的3楼陈永华参军的殿。那在我们的频道里面呢，已经拍摄过很多次开光的记录。那今天呢，会再更详细呢，把整个开光典礼的仪式呢，从头到尾来完整呈现给大家。那这次开光的二正广德尊的神像呢，是由高雄的尊印房来制作。那特别请到了府城的知名道坛延陵道坛的吴正宪吴道长来做开光典演。那我们就赶快来去前面看吧 ，Let's go。安哥拍美亚的安哥，拍美亚的安哥。然后现在后面这边就是开光的二正广泽尊王郭董，郭老板。
的金牌啊。圆满成功，再行三鞠躬礼，车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皮哥，皮哥帅哦，皮哥。嗨嗨嗨！下大雨啊！听说那开机母娘只要出门就会下雨。刚开光，我现在准备去天坛，外面直接倾盆大雨啊！母娘跟猪王叫出来，但这个雨太扯了吧！遇水则发也不是这样嘛，这洗路洗得太干净了啊！天啊！准备走到天坛了，然后太阳就出来了，雨终于停了。队伍现在在我后面，那走，我们就前往天坛去觐见玉皇大帝。鞠躬，礼行。
来作为倒数十秒，我们来白标五、四、三、二、一，天没有气氛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二镇广泽庄的帽子，对，这顶呢就是我们台南南盛银帽啊，造价相当不菲。好，那我们的广泽庄王呢，现在就回到我们神冈旭元宫里面安坐。那我们现在有幸呢，可以邀请到我们的东京哥跟西瓜哥进来我们频道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邀请两位哥哥，大家好。来，这位是西瓜哥，这位是东京哥。大家好。那想要问一下两位哥哥，就是今天开光完了，那有没有什么一些心得感想呢？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很累，真的很累啊，但是一切都值得啦。好，我们先感谢台南永华宫，开机永华宫，然后还有我们台南天堂啊，公神庙，还有哎那盖南宫，哎那盖南宫啊，这些这嘿，还有台南古城李王会啊。这些南北二路这兄弟啊，南北二路这些高背景啊，兄弟馆高背景友情，这所有的亲朋好友啊，大家人对阮的收听支持，才阮才有今仔日这个盛事啊，会使圆满，感谢大家，阮这是开机开工了，过三年后二店搁开工，虽然这一路来拢足辛苦的。但是我感觉这一切拢值得啊，真正值得啊！看到阮二店安尼回来咧，我嘛足欢喜的啊！有啊，非常威风啊！那我们这集影片呢，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然后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阿奇订阅姐哦！来，台中中福堂赞，阿奇赞，阿奇赞。